天文台话屯门会刮起大风啊！呢一阵风仲有个名叫风城爱，不过依家仲系春天啫，点解会咁快打风嘅？究竟系咩风正系由屯门开始吹起？等我哋去睇下呢一个风城爱究竟系咩来头，有几劲先。哇！呢一个花海真系好壮观啊，有成几千棵花卉，而且款式好多，每棵都开得咁灿烂添，绝对系值得欣赏啊！而呢座风车塔嘅设计都好有意思噶，寓意风车转动嘅时候，同时将爱同幸福吹到每个角落。睇完啲细致独特嘅花圃设置，不如介绍你睇多一种花。马利根嘅颜色抢眼鲜艳，佢好受昆虫欢迎，能够吸引昆虫为佢传播花粉。马利根虽然靓，但就带有毒素，不过佢嘅毒素都帮到班蝶幼虫噶。只要班蝶幼虫将马利根嘅毒素留喺虫体度，就可以防止被鸟类捕猎啦。要感受屯门呢股爱嘅强风，其实无论线上线下都得噶。依家大家就可以透过网上花展，喺手机睇翻风城爱花圃嘅设置，仲可以同时睇埋其他地区嘅花圃。中意嘅话，仲可以下载精美花展 WhatsApp 主题贴图，同朋友一起分享添。